常常会要寻找一些答案，比方说晚餐要吃什么这种小问题的答案，或者是毕业之后要干嘛，或者是之后工作要找什么。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，都不要太烦恼你找不到答案的这个过程，去享受寻找答案的乐趣。最近的音乐比赛越来越多，就是一年比一年多。我自己以前也有参加一些，不是特别厉害，就是也偶尔会被骗啊。只是因为参加比赛关系，就认识很多外面的高手，或是志同道合的朋友。那我觉得当学生的时候，有这样的机会就不要太浪费，就可以去，不要觉得自己太弱啊什么的。谁比赛就跑出去吧。比赛就是不要把它看得太重，得失心放轻松点。只要在每一场的比赛当中，都觉得自己有一点点进步。如果是今天的比赛比昨天练习的时候就进步一些，那就可以值得鼓励。那有没有得名其实没有很重要，我还是觉得开心比较重要。